出门那个真的是就是对吧？来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对，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但对爸爸就因为到进度卡在那里，所以就尴尬了一点。但稀有的没关系，就是我帮你快速回顾一下。那好，那音乐 OK， 然后音效这个忽然间它自己跑掉，但应该没有问题。好，那就开始吧。那当然呢，由于是延续上一次的旅程，大部分可以说应该也都忘得干净，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也就帮你快速回顾一下上次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吧。那当然，上次希尔你由于不确定你自己的走向，所以你也决定在教堂里进行祈祷，尝试与向导联系。当你听到了向导是位沉稳年迈的女性，也从向导的指示中了解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你也决定选择了你要找寻并了解过去的你自己。你离开了 Temple Ham， 打算在找寻同伴之余去看看原本想要会面的那一个移动书店是否还存在。然而透过父亲正在收拾的影视召唤得知，书店的一行人其实在稍早前不久就已经提早收摊离开了 Father's Day。 你也在来到了城门，从守卫那里得知今日出城的商家众多，而在询问本兰泽与彭特森的移动书局，也得知他们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有人找上他们，他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以他们也决定远离大城，减少危机还有灾厄的来临。而你也从守卫那里目前得知是 Jerry 不在的状况，而 Jerry 不在就会说 Baldur's Gate 会有一个代理会处理他的事务，毕竟 Baldur's Gate 是一个大城市，所以当然的，在这个城市如果一个主教宗不在，那就会有一个下一个就是一个代理人来进行一个替补的工作。那你也决定回到教堂，正在扫地的蜥蜴人萨斯克从口中得知目前的代理早已经是下班不在的状态，然而有一位修女和 Jerry 共事，且刚好有空可以把你带到这位姐妹前进行谈话。那你也在萨斯克的带领下与 Junia 会面，也从其了解了一些关于猎影人的事，关于猎影人的成立使命，还有猎影人才会拥有的特殊盔甲，基本上每人都会有一副，而且也可以说这个盔甲是以龙鳞还有受过龙之祝福，可以抵挡外界力量，十分坚强超强的盔甲。但是现在来说，这个盔甲和你现在盔甲是不一样，是没有的。而由于 Junia 也只能回答 Jerry 有记录下跟有诉说的事情，其余这些他可以说神父知道的事，也还是必须要得问神父本人，或是得以你自己寻求答案。那当然，在这个夜晚，你也决定在教堂里返回，然后再共度一夜。那当然呢，现在就面临一个抉择。你看着太阳的光芒缓缓从黑暗中升起，你也看向周遭，新的一天即将来临，而即将来临也可以说 Father's Day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当然的，也不知道自己同伴的下落，所以你慢慢的看了一下周遭，眨了一下眼，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天。你看着教堂里可以说来来去去的人，这里的教堂依旧是庄严还有严肃。那当然呢，可以说 Emoham 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调调，没有改变太多。那你有要做些什么吗？那我特别想做什么？我想先准备先去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附近环境的状况吧。我对那一天，就是昨天听到那一件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的那个传闻有点兴趣。OK， 所以你打算是离开教堂去上街看看吗？嗯 ，OK， 没有问题。你离开了教堂，也再度的来到 Baldur's Gate 的中心点。你看着来来去去的人们， Baldur's Gate 在今天依旧是充满着活力。当然的，你看着周遭这些来去的人们，可以说要寻找下落，还有寻找情报，可以说基本上
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那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有打算去 Body State 的哪里吗？我给一下地图，因为基本上离之前应该算是有点远了，所以我把地图再给你一下。那当然的就是 Baldur's Gate， 其实可以说你是在教堂区，所以基本上教堂区的部分离 The Wild， 也就是 Upper City The Wild 那里非常的近，所以可以说你有看到一个 Temples， 然后右上角是 Upper City The Wild， The Wild 就是市场这样子。或是你可以直接说你想要去大概什么样的地方，我也可以就是大概知道，就是抓说你想要去的位置在哪。那边写 Upper City 的那边是什么？ Upper City 是上城区，那那里主要拥有的就是一个大市场，也就是 The Wild。那除了大市场之外，也有像是活动，或是可以说比较可以说是上层阶级人住的地方。那 Upper City 也可以说多半因为由于离皇室比较近一点点，所以那里的东西也会比较好。那 Lower City 则是比较偏平民一点，大部分就是以平民会居住的地方为主。嗯，那我想去 Upper City 那边。嗯，没有问题。你漫步的开始在这座城市里慢慢的散步着，慢慢的 Upper City 这个地方可以说着今天的市场依旧是热闹，而且还是特别的让人可以觉得倒带了一些微微的生气感。你看着周遭来往的人们，你也很可以确定的是这里今天看起来除了像是你注意到的来往的人们之外，也可以看到的是这里似乎今天有一些活动，这点活动似乎可以说琳琅满目。除了看到就是可以说 Temple Ham 他们那里是没有开，今天是没有活动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是 The Wild 那里广场，那里似乎除了市集之外，今天好像还来了，抬头一看一看，除了是书店之外，你还注意到今天看起来是动物奇异动物的大贩售吗？你看到一位 Dragon Ball 连麦的 Dragon Ball 拿着好几个小小的笼子，而里头只是装着各式各样的，上头还写着 Astro Animal， 也就是星际动物。周遭围满的人，而这 Dragon Ball 只是喃喃地说着。Hiya， 你们要不要看看这些可爱的生物啊？哇，虽然在几个月后我也将会伴随着马戏团一起来到这里，但是我想说我先来这里试试水温，看看有没有人想要来和我来领养一些可爱的小伙伴们。看起来可以说它的笼子里面琳琅满目，基本上你还能注意到这些动物们都长得特别的奇异，如同可以说像是长了好几个眼睛的鱼，还是说看起来明明是一个小小的仓鼠，但是吃了一个小小的核果之后突然变得跟笼子一样快要会塞满一样大只，这里可以说动物满满的动物。帮我筛个 perception。十一。你听了听，动了动你的耳朵，你看到周遭的人们似乎都是在讲着不同的话语，像是说着几个月后即将会有来的大活动之外，
有说什么像是澡堂的水非常的好，或是说什么哪里的食物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就像是十分的合理，没有其他的可以说特别的东西。你稍微环顾四周，在这个市场里头也能看到的 Wow 卖的东西，基本上是可以看到今天卖的主要都是琳琅满目的市集。而当然这些市集卖的东西，你还注意到周遭可以看到的是像蔬果，或是简单的像是玩物或是玩乐品都有，是一个那帮我撒一个3D100来看一下这些事情里面有卖些什么。你注意到第一眼，你发现这上层区里头的事情，第一个贩卖到你饱于眼球的，看到的似乎是书籍，他们的基本上这里的书摊应有尽有。之前伙伴们在逛的书摊时也有看到就是不同的书商，可是也注意到之前那一个移动书商倒是不在了，可是你也是有注意到有其他的书商依旧存在的，这是第一个，也就是书商。第二个你则注意到的 Wow 这里除了像是琳琅满目的东西之外，你也看到有卖一些，当然除了那一个 Dragon Ball 说着魔法动物之外，你还发现到有卖一些衣物，这些服饰看起来比起说是一般的布制的服饰，更像是特殊的服装。似乎可以说着这些特殊服装看起来都是特别的缝制或是量身定制的。第二个是服饰店，第三个，你则注意到这些摊位里面也有看到一些小小的游戏。马上让你注意到的是一个转盘。你看到这转盘似乎正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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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停地旋转着，也看到那里似乎也有这个摊主，他只是穿得非常庄正。如果可以说的话，他看起来可以说像是一个皮肤灵。这个皮肤灵有着一头紫色的头发，还有白色的皮肤，看起来他那对紫色的双眼只是微微的眯了起来。而这白战的皮肤比起说是死肤，更像是偏向是人类的白肤。他身上穿着紧贴的紫色紧，没有说到紧身衣，但是是非常贴身的西装。然而这个西装看起来周遭都有一些金色的美女装饰，让你下意识想到了马戏团。到了这些琳琅满目的书摊前，让你感到比较有一些困惑的是，这里的书摊依旧和之前一样摆满着琳琅满目的东西。本来设于孔特镇的移动书局似乎就像是人间蒸发似的，在你面前可以说它原本停放的那个地方现在被其他的书商所取代。看起来这些书商也没有说对你的那一个移动服装离开感到疑惑，更像是注意到这些贩卖的书商的人们，他们也如同往常的继续做着自己的生意似的。你注意到现在可以说今天贩卖书的书商总共有5摊，
那你看他们卖什么？第一间开始逛好了，慢慢的逛到了一间书摊，一看到这个书摊的拥有者是一个可以说光着头的人类男性，他看起来只是在拿着一本书，用着白布轻轻的擦着他的小小的书摊的栏位，你也注意到他在擦的当下似乎只是高眼看了一眼，淡淡的说着啊，欢迎随处看看，随后他又将他的视线专注在他的书上，那如果要随意看看的话，那就帮我闪个3D100吧。OK， 你在翻找这些书时，你注意到有三本让你看起来可以说有些有趣的书，当然是否真正有趣，你抬头看了回，看起来有趣或是没有有趣，或许都能想一想。你注意到第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 Plane Shifting， 空间移动。你看到上头虽然写着空间移动，但是你也看到它的书封，它的页面是简单的以皮质棕色的皮革纸所缝制，还有用烫金的方式直接绘画出了好几个圆圈，你算了算总共有9个圈圈。这是第一本书。而第二本书，你则注意到这本书看起来可以说和其他的书籍相较之下，似乎能说着有些诡异。你看到这个书主要是黑色的平面，而上头则写着 Bahamut Sugar， 虽然写着巴哈姆特的无奈。但是你注意到这黑色的书面好像可以说着还点缀了一些红色的小小的红色的墨印，而第三本书你则默默地将你的手开始动了动，你注意到第三本书则写着 Becoming a Paladin， 成为圣骑士，看起来是这些书里面最非常的中规中矩，而且就像是一本工具书。我想看一下第一本书，关于空间移动的。好，那帮我做一个 investigation， 做一下快速的观察。这些不是仔细想读内容，而是就是快速这样翻过再看一下。16，你快速的翻过了第一本，也就是《Plane Shifting》空间移动这本书，你注意到里头内容讲的是，除了这个世界外，还有其他的世界，而且也讲着里头的内容是这么说着的。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大意，就是说。不同层面、不同存在，还有不同的位面，都是可以互相移动、互相旅行。而这一本书是由一位叫做 Plane Walker 所书写，位面移动者，或是位面旅者，我也好听的话。位面是可以自由穿梭的吗？对对对，当然你是快速看过，所以没有仔细详读，仔细详读可能要花几个小时，就像是去书店这样子快速玩一下。问一下店员说，不好意思，请问这一本书多少钱呢？
我看着这位老板看向你，眨了一下眼。啊，小哥，这本书啊，啊，当然，这本书不算贵，你算是目光非常的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多半人好像对这种超自然的书比较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啊，你看起来好像对这本书有挺有兴趣的，来，35GP 一本。就跟他购买吧。OK， 那你可以在你的包包里，就是写下这一本书 ，shape shifting 空间移动书籍，就是一本。那我接下来我想去那个下城，哎、欸，那叫下城区吗？对 ，Low City， 对 ，Low City， 嗯嗯。那边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传言。OK， 没有问题。那帮我筛一个 perception 来前往洛西提。筛到 natural one。OK， 你慢慢的漫步走到了下城区。当然，洛西提这个地方和 opposite 相较，这里看起来可以说更加的复杂，而且更加的琳琅满目。你也可以说这里虽然可以说是穷人所住的地方，但是也可以说穷人跟平民有时候才会更贴近人们的想法吧。你也在这么想着，这么走着，你默默地将你的手就是扶到了你的钱袋上，然而你注意到你的钱袋空空如也，钱被偷了。嗯，对，好的。嗯，啊，好，我，这是下城区的风景。我努力，那我想要快速的查看附近有没有就是类似的诡异人士，比如说在跑跑的啊，干嘛的。好，帮我扫一个 inside。你左右看了会儿，到底是谁？到底我的钱呢？你默默地摸了摸你的钱，那个空空朗朗的钱袋，你在到处看之时，你注意到了有一个全身穿着黑色衣服的人，不知道他的种族，但是人形 humanoid， 望着向龙跑，帮我踩一个先锋，如果你要追的话，来吧。好的，先锋加值是看。那个敏捷对吧？对，看敏捷的价值。对，13。好，那我想一下他的。OK， 好，那我们开始吧。你注意到这面前那一个人，直接在一刹那之间，唰的一声，直接泡到了暗巷中。看起来可以说这是有经验的小偷。一直拉了眼，你看着他在跑之时，也在刹那间，你听到了啪弹子的声响，烟雾开始从周遭弥漫而起。你要做什么？周遭都是白烟，你看不清楚到底人在哪里。你皱了一下眉头，人在哪里？那我聆听一下，就是他在哪里，就是有没有其他声响这个环境。OK， 那帮我筛一个 perception。默默地动了动你的耳朵，你注意到周遭都有来往走路的声音，还有听到像是，哎，这里怎么了？这里怎么会有？怎么这里都有雾啊？
看不清楚了。似乎人民的不满的声音开始到处，你也感觉到好像周遭还没有听到任何脚步，但是你看到这一坨白烟，你也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人影在那里踏踏踏的奔跑着。那边往那边跑吧。OK， 那帮我甩一个 survival 来吧。你开始跟着上去，你注意到周遭也有除了白烟之外，也看到了从烟中开始窜出的人。这时你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直接从白烟里面往你的方向飞了过来，那时你注意到是飞刀，有三个小小的飞刀往你的方向飞去。第一个飞刀是七，你看到飞刀直接从你的旁边飞过，没事。第二个飞刀甩了是五六七，还是七，你看到这飞刀看起来非常的不准，直接插到了你的后方的地板上。第三个飞刀甩了十，直接你看到一个飞刀从你的头上直接咻飞了过去，你感觉到脚步声开始又与你拉远了。那就顺着那个飞刀来的方向，还有那个脚步声跑过去。好，那 OK， 没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帮我塞一个 acrobatic。你在向前奔跑之时，你看到了面前有一个巨大的箱子，直接呈现在你面前，跳过去吧。你想要跳过去，但是你注意到你身上穿着盔甲，你缓慢的跨了过去。你感觉到面前那一个与在偷走你钱包那个个体似乎又跟你拉开了更大的距离。OK， 好。而再是自然环境，还没到你。感觉到这时自然环境听到囊囊的声响，帮我塞一个。你听到的声音是，上头有东西掉下来了，帮我塞一个 dexterity saving throw。17没有问题。你看着上方突然开始掉下是衣服，大大小小的有长有短的衣服直接从你的头上直接掉下来，你快速的直接翻了一个身子躲过了这些衣服，你看到这衣服啪啪啪啪落到了木箱上。再来你注意到这个个体好像又跟你拉开了更多的距离，你慢慢注意到烟雾开始散去，这个个体与你拉开的距离现在是120feet。你看到他继续在向前跑，你要做什么？我想让 dash 过去。好， dash 的话你是30加30 60，现在是40feet的差距。再来是自然环境，你看到这面前的这个偷你钱包的人很快速的直接用他的手在坛子之间直接狠狠的往墙壁瞪了一会儿，在瞪的那刹那，你看到的是木箱，大量的货箱直接从旁边开始落下来，包括我做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 上头是橘子，感觉就很好吃，是这样。你快速直接越过躲过那一些落到地上的橘子，继续向前奔驰，也注意到这个面貌，你不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个继续在向前跑的人，好像他并还没有回头，可是可以说着，你注意到他的身体是十分修长的。你要做什么？再对许一次。好，你直接快速的和他拉近了距离，你已经和他已经拉近，已经注意到他的面貌，是一个有着金色乱发。耳朵尖长的一位高等精灵，我给一下示意。这位年轻男性只是看了一下，皱了一下他的眉头，很快速的直接瞪向了你。而这时，他很快速的直接从他的腰间抽出了匕首，直接转了转，看着旁边的绳子往旁边一画，也注意到天空开始有东西掉了下来。Dexterity saving throw。十。你看到这东西是什么？你看到上头是火物啊！这里怎么这么多火物？你
睁大眼看着直接一个货物直接扛到他的胖子直接掉了下来，你看到这位高等精灵只是跳了两圈，只是蹬上了旁边的墙壁，然后跃到了这一个货物，像是踩了你的头似的，他翻了一个身，然后对你吐了一个舌头，再见啦呆子，说完他直接跳到屋顶上，而你看到他还在屋顶上的刹那，直接像是落井下石，对你投掷了三个飞刀。第一个飞刀16有中吗？没有。你看到这飞刀往你的方向飞过去的时候，你直接用你的盔甲扛的一声挡了下来，直接看着这小小匕首锵啷锵啷落到了地上。第二个小小的飞刀12、13、15。15没有。你看着这飞刀也再度的往你的方向飞了过去，这次是你的头上，你直接往下一躲，看着这飞刀直接砰啷的一声插到了后方那已经碎裂的，已经说可以装满苹果的箱子里。而第三个飞刀，这个一定没有中。你看着这飞刀只是往下丢，看起来只是直直的落到地上。你看着这位男性只是愣了一下后，他直接往着屋顶，可以说屋顶的上方的人说他是直接往前方，但是这前方不是你的前方，而是你的左方，直接咻的一声消失不见。你看着这完全消失不见的男性，你扎了一下面，你也看了一下周遭那些凌乱的而且烦躁的，还有摸摸头的商贩也是深情的不停的朝上头的呐喊，站住，通知守卫，通知守卫，似乎像是这样的呐喊开始传遍了周遭。战斗状态结束，跟丢了，暂时性的跟丢了。那秀他回头看一下凌乱的货物，或许这些人需要帮助吧。那我想要去协助，就是那些摊贩或是商人，然后把这里稍微做整理。OK， 你快速的帮周遭的摊贩就是收拾，然后也看这些摊贩只是抓了抓头。你注意到其中一位女性半身的，只是看一下你，真是的，最近什么治安这么不好啊？你看着这位女性晃晃头看向你，不好意思，还麻烦你，没看过你。没事，这只是举手之劳罢了。我也是最近才刚来到这个地方，只是没有想到后来就遇上了把我钱包顺走的人。你看这位帮身的女性只看向你，刚来的，原来，我想说什么之前都没看过你呀、啊。也注意到这半身的女性只是晃了晃她那棕色已经被烫成一个大包包头，而且可以说呢喃的笑容。这位女性只是看向你开口，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了、还要一个刚来这里不久的女人帮忙收拾。最近罗恩西的治安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乱了。不过也只是传闻罢了，除了跟他传闻关系。你看，发生的女性笑里笑笑，看你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你刚刚应该也被他攻击了。你跟他是有仇吗？还是对了。不如这样吧，你看着这位半身女性将10颗用着木兰子的苹果交到了你的手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水果摊贩啦，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谢礼。你看着里头那些闪亮亮的苹果，你可以在你的物品栏里写加10天份的苹果，这个就等于1天份的干粮。
那说了说啊，那我就感激的收下，谢谢你。然后他顿了一下以后，接着说，我其实也不太确定，但至少就我的印象而言，我并没有见过他。请问这位小姐，你知道他是谁，去了哪里吗？女士半身向你摇摇头，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见到。看起来可能是地下那些盗贼集团的人吧。说到这些，看来这位女性扯了扯嘴角，看向你再开口。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新的成员，还是在那里的老鸟。但是可以说，这座大城市底下总是还是会有那一些不正当的人在里头到处走动的。地下盗贼团是吗？那大家会想了一下以后，地下盗贼团，maybe 或许，附近酒馆或者是教堂应该会有相关的讯息，也说不定吧。那打着这个主意，那希望他会跟对方通知信以后，就打地下盗贼团接好了。OK， 那你会想要去哪里？你慢慢的走出来，现在尴尬的是你身上的钱都没了，暂时是零。你看着走路，然后你慢慢走出来，你注意到你现在是在洛维斯蒂的市集的中央。这里可以说琳琅满目，哪里可以说这里的风景都有，餐厅、书局，或者是说连酒馆都是有的。而这里你也听闻，好像有一家叫做 Elson Harder， 是不是在这里最可以说最知名的一间旅社？那去看看。OK， 那帮我找一个 Survival， 看一下 Elson Harder 是。OK， 你花了一段时间，毕竟在罗斯比这个地方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基本上你在这里晃着，也可以看到这里的东西，例如像是有着色彩玻璃所装潢，你以为是教堂，结果你看了一眼，好像不是教堂，似乎是给那些魔法使用者足够买魔法商城。也注意到周遭有各式各样的店。Elson Coffin 这里十分有名，但是到底哪里才是？你也花了大概可以说一个小时时间，你终于注意到了这一个可以说漂亮的，而且有特别装饰过的一间酒馆。上头的啤酒标志也吸引了你的目光。可以说着，虽然花了你一个小时，但是你终于找到了它的目。它的存在。那我这个职业进去很困难哦。看有没有什么关于盗贼团的消息？没有问题。你迈步的走进了这一个巨大的，可以说有一定规模的酒吧。可以说这间旅社，你在你踏进去的那刹那，直接带来给你一丝温馨的感觉。可以说这个酒吧充满着活力。明明可以说现在如果以时间换算来说，因为花了一个小时的关系，所以你现在大约在那里大概是正中午的时候。你也注意到这里明明才是正中午，也没有太多变化，但是你也算是直接被这里的场景，或是说这里的风景给微微的震惊了会。你也发现到的是，在这个地方，这里的酒馆虽然可以说客人看起来每一个可以说是粗野混杂，也可以说要比起上层阶级的人，这里看起来更像是可以说中下阶级人所待的一个去处。可是你也感觉到在不时而知都会有微微的听到
像是无形的精灵歌声，慢慢的穿越在这一间以木质还有以家庭酒馆为方向的一间旅社，形成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圣地。你也发现到这个音量是小到不足以打扰交谈，而大多数的顾客也在精灵歌声开始咏唱时，他们也会自动的安静了下来。你也看着这里的构造，可以说这里的人似乎都是在喝着酒，而且吃着饭，还有看到一个大型壁炉正在附近慢慢的燃烧着里头的烛火，仿佛就像是提醒着这里是一个温暖的、美好的、像是灯塔般的小小精灵旅社。你有注意到，在这间酒馆也有它的酒保，当然每一间酒馆都会有自己的酒保，或是说拥有这间酒馆的人。你也注意到，在 Elton Hoffman 也看到在里头是一位半精灵男性，可以说在你的眼里看起来更偏向是精灵一点，但是由于他的耳朵，在他往后梳的头发十分明显，你也看着他那黑色的及肩的头发，似乎只是随着他在整理着吧台刹那发出了微微的沙的声响。这位英俊男性只是默默的点头示意，看向周遭的服务生，再将新的酒杯一个放到了木质的吧台上。在酒吧，询问他关于地下道这段事情。你慢慢的来到了吧台前，你注意到吧台前现在也只有一个喝醉倒在桌子上，发出了咕咕咕的半声音。也在你正被这个狗狗声打扰之刹那，你也看到了酒吧的吧台台主只是看向你，用着不好意思的微笑笑了笑。欢迎，不好意思，今天的客人虽然说有一点多，但是吧台这里还算是冷清的，请问客人有需要些什么吗？他说到这时给你一个大大的微笑，大概长这样子。谢谢现在的博主。这面前的霸主只向你笑了笑，怎么了？怎么突然问这一些？需要一杯酒吗？一杯酒，一橘啤。对了，我很想要你用这边的美酒，但这是因为是不是他们偷走了我的钱包，所以。很遗憾的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享用你们这边的美酒。你看着这位吧台台主，只是向你的店头直接递了一杯纯净的白开水到你面前，里头还加了一个汽车冰块。那没有问题，我本来在这里就是要招待来自各地的旅者的。坐下来好好谈谈吧。他给你一个大大的微笑，似乎也看到他笑得日前以来。不用付钱 ，I'm house， 我请的。那秀他一开始可能还会有些仓皇，但就是他的眼神看起来会有些仓皇，但是他就还是接受了好意，然后在坐下的时候说一声。
那不好意思，有麻烦你们。目前的这位熊猫只是眯着眼。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本来在这个地方就是有这样的宗旨的。啊，我的妈妈总是告诉我说，看到有人就是要招待会，所以当然的。对我来讲，能遇到一碗不喝酒的人，也算是奇迹的，算是一环吧。毕竟滴酒不沾的人也不算是太多，也算是一种奇迹。说完，也看着面前的酒保看向你开口。所以你说你要走的是盗贼集团，发生了什么事吗？其实在。我是这前几天才刚过来的，刚才在街上游走的时候，似乎是被那些盗贼团的成员偷走了钱包，所以现在还挺困扰的。看这位酒保向下边抬头，啊，这样这还不算是说。非常罕见的事情，又没有像 Flaming Fist， 像是和 Baldur's Gate 这里当地的守卫队报案呢，或许他们可以抓到嫌犯，可能直接向他们报案，你也可以取回你的钱，也会比较快一点。报案，那就是说呢喃的。几句，但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说报案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总之，好，那这我也考虑一下的，谢谢你。面前的酒保向你笑了笑，啊，能给你建议也算是作为这里的老板的职责。你说我几天前来的，是为什么来的呢？可以让我好奇问一下吗？想一下，我想要回忆一下，我是到底是确切来的时间点是几天前？没问题，帮我 side history。History 看一下，15。你想了想，和你的伙伴们可以说来到这里，就说有算几天的时间，但一个礼拜有吗？你掐指算一算，一个礼拜可能有，但是可以说要真的说要到一个礼拜，也没有完全到完完全全的一个礼拜，大概说快，但是没有。然而你也算是和同伴分离后，自己也大概也闲逛了大概是3天左右。你大概算了算，大概是9天左右。大概是一个礼拜半左右前来到这里了吧。不过我跟伙伴们走散了，然后还被偷走了钱包，现在还是挺困扰。直接回避掉来这点目的，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不清楚。面前的酒保只是用着通信也是看你啊，这样吗？这座城市也挺大的，钱包也算是非常重要，没有钱那就没办法购买任何东西。我真心是推荐可以报个案。或许一般这里的守卫也算是挺严格的，也挺遵守法律的，所以那些人或者说那些盗贼团，如果说你有做报案，多半都可以拿回你的东西的。但是说到这时，也看到这位酒保默默的摸摸下巴，看着你，我也挺好奇的，你跟伙伴走散，你们是？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呢？毕竟 Baldur's Gate 来到这里的人可以说有的是观光，有的就是有一些目的。而
你来这里有要找寻什么样的东西，或是想要去的地方吗？或许我也可以跟你建议几个不错的地点，让你去逛一逛。如果你是来观光的话，嗯，那就他想一下，稍微衡量一下这件事情以后说，嗯，我应该算是跟着陪着伙伴们过来的吧。他们似乎在找一本书，嗯，但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找到了。我曾经尝试着在这一座都市里面找寻他们的身影，不过，我还真没有找到特别的线索。只可能乌龟也看过，只是乌鸦看到它的几根羽毛，就这样而已吧。乌鸦羽毛吗？也看着这位马海祖师伸手又开口，我倒是没有遇过说乌鸦飞过后，然后我就走上交集，或是人失踪的讯息。我倒真是，他也看向你开口道：“这座城市很大，也很容易被走丢。你们有订旅馆或是？”在什么旅社定居吗？或许你的伙伴或是跟你已经找到了定居的地方，他们可能在那里等你也说不定。说到这时，他眨了一下眼睛看向我。我今天来拜访这里的旅客是没有看过是从外来来的，多半都是 Lower City 或是有几个来自 Upper City， 甚至是从 Duke Ravengar 那里来的一些政客们。我倒是没有看到像是从异地来的人，至少这是我能确定的。我想想，但是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提到要住哪间旅社，对不对？没有。最糟的状况，可恶。好的，好，那。那秀他说，听说来这里没多久，就分散了。是有些尴尬，没有错。似乎更加的同情，缓缓的开口。那这样吧，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做些什么，但是，可能跟守卫聊聊吧，或许他们看过人也说不定。除了找寻你的伙伴之外，你还有其他在座的城市有要做的事情吗？或是什么样的目的？毕竟多半来这座城市的人，就算只是陪别人来，也会从自己的一些想要处理的事情中找到一些方法。毕竟这座城市挺大的，而且是一个大城市。看着酒保默默地将酒杯放下来，看向开口。我在这里也看着人们来来去去，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或者。这样吧，如果晓得你有时间的话，我这里也有一些可以提供一些无酒精的饮料，当然就算是一个报酬吧。来跟我说说你的故事，还有你所知道的事情。我放心，我基本上客人跟我说的事情，我是守口如瓶的。我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会？
我其实我到现在才搞清楚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我来到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我接下来又应该做些什么。在来到这边之前，我曾经遇上了一场火灾，在火灾之后就到了一个像是地下道的地方，在那里也跟我的伙伴们碰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在在山路站在跟他们一起站路的时候，总觉得还挺顺畅的，有些怀念的感觉。之后我们就一起来到了这些，就一起来到了 Baldur's Gate。他们好像是想要找到一本咬文书的下落吧，但其实我不太清楚。而在咬文书之后，我们因为要收集情报。他们要收集情报，而我想要去附近教堂求救，就暂时分开了。我们虽然有约好在哪里见面，但到了约定时间，却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老实说，有点担心，但我找不到他们。不过在他们离开，在跟他们走散的时候，还蛮常听到一首歌的一首曲子，然后还有乌鸦跟羽毛，我想这可能跟他们有关系吧。不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接下来就是我的钱包就被偷走了。然后秀塔会深呼吸一口气，然后静默下来。他省略很多自己的事情，关于自己的事情，也不是说到不想讲，但就是他自己也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反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索性不讲了。酒包抬起头道：“这样啊。”看起来你跟你的伙伴还算是挺密切的。你和他们旅行的目的就只是找书吗？他说到这时有些困惑地看向你。你自己没有想要找的事情吗？有。我也不知道该从何找起，那倒不如跟着他们一起，或许我也能找到我想要找的事情。至少在我的认知里面，他们是最信任的伙伴吧。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看了一下你，默默的点了点头。我也可以理解，确实，真实现在也是找不到的。说到这时，也看着这位年轻英俊的半精灵，在这时用他的手托了托腮，将他的右手托住了右边一边，他看了下你，道。我能给你的建议真的不多，我也不知道该从何处帮你。小哥啊，他这时看向你笑了笑，或许这就是可以把握找寻自己的时间，不是吗？有时候就先去报个案，把这些治安的事情交给当地的守卫队。我相信守卫队可能也会跟你说着，他们可能看到这些，看过这些人，或是看到你的伙伴们。
我也不确定你的伙伴是长什么样子，他们的职业是做什么，还有你们来到这个城镇调查的目的、调查的书籍。毕竟这个城市琳琅满目，甚至是最近开了一间，开了一间专门给魔法师还有那些法术使用者所购买的魔法商场。见怪不怪，可以说这里什么东西都会发生，而且有些不好的东西也会发生。但是，啊，说到这事，看向到，但是现在伙伴不在了，我能说只能跟你说着啊。毕竟我只是平凡人，我也不确定你们的想法还有你们的默契。我只能说着。可能像警察先通个报吧。这些 Flaming Face 这些守卫，至少他们虽然态度有些因人而异，但是他们毕竟还是 Duke Ravenguard， 也就是现任的 Baldur's Gate 统治者，他们的王家的守卫军，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要做的事情。而你和他们分散了，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样子，其他能做的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帮你，毕竟是伙伴吧。有时候他们可能也只是区区就回，或者他们可能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正在等着你。也有可能，如果你们有其他的计划，可能已经前往了另外一个城市。说到这时，他也看向你，开口。或许现在这段时间，你可能报案之后，你可以想着你要怎么做。或许我不确定你的背景是什么，我也不会和你多提。但是就按照我的建议吧。我的母亲都说着，要做一个开朗的人，要做一个好的人。那好的人要怎么做呢？那就是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每一个自己。说到这时，酒保扬起了大大微笑。酒保这句话大概会让 Shields 陷入了非常强烈的一个思考之中。这酒保讲的话也不知道没有道理，只是他确实点出了就是自己压根没有想过的地方。我有种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吧。那希望他会点点头呢，跟酒保抱了声谢。虽然真不知道伙伴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无论是他们还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事情被卡住，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等他，又或者是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不管是哪一个，或许自己先把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都做一遍，可能也会比较好一点吧。那就是休息一下以后，就跟酒保讲的一样，去找找看守卫队吧。OK， 没有问题。你看着面前的酒保，只是对你微笑。慢慢的在你面前递上了一杯看起来是有什么色彩斑斓的，以黄色与橙色为主的无酒精的水果，热带水果汁。你喝了一口，你发现十分甜，既甜但又不腻。你喝了喝，里头有带着一丝丝的来自南洋或是热带地区，让你仿佛想到了阿姆那里的热带水果。你喝了几口后，你看他只是对你眨了一个眼，也默默地在你面前推出了一张小小的纸条，
头写的确实是 Framing Face 所谓对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剧主要剧目，边看着面前的这一个目标，慢慢的休息一下，也看着周遭的人们，似乎正在交谈。有的人交谈着他们之间难事，有的人则交谈着一些日常琐事，而有的人只是因为喝了醉，所以开始讲一些奇怪的话语。你看着他们，也看着面前那杯无酒精的饮料，还有那一张纸条。不可以确定的是，下一个目标、下一个地点已经确定要去哪了。当然，刚好这里可以做一个段落。我们休息20分钟，因为我发现我的水没了。我们休息20分钟，然后我们就直接下半场了。下半场就直接前往主据点 ，Framing Face 的主据点。